初鹿国小。为改善偏乡地区学校交通不便问题，台东县政府为县内九所偏乡小学购置新交通车。这几部校车，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教育处哈国文科，他们争取九部校车2300万，那司机、随车人员、油料所有的薪水都由我们教育处我们自己来筹措。富山国小有两所分校，目前仅有一台校车接送学生，而校车的使用年限也已届满。这样的一个新的校车来，我相信，不止在安全性上，或者是在法规的符合上，会更符合我学校跟孩子们的需求。那我们也相信说，县府的用心跟学校努力哦，可以让孩子安全，然后让家长放心，这是我们学校努力的方向。